表船。好的，收到。那我们提到表。这一次呢，第一次用我们 RNT 八网，八平米的一个网，首次在北冰洋这边采集这个中层鱼样品，也是一个摸底吧。看一下这边的整个生物链的这个关键环节是一个什么状态。那我们通过海水啊和沉积物分离出了130株的卷珠，以及68个海洋生物的基因标本的这个采取，进一步丰富了我们极地的基因库和海洋生物的这个标本，也是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北冰洋的环境保护以及海洋污染的评估等方面的能力。